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母语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“学好三年，学歹三岁时”。学好三年，学歹三岁时。咱用这句俗语来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阿嬷煮一道因宝贝仔孙上爱食的菜，顶单着去参加两工一暝旅游活动的孙仔，转来食菜头。这个孙仔入门上欢喜，甲阿嬷人调咧，讲阿嬷我腹肚就枵的，就想要较紧来赶紧食着你煮的饭哦。阿嬷听了真欢喜，这个孙仔。以前才袂安尼对伊讲话呢。毋过，等这个孙仔坐落来食饭的时阵，阿嬷就无啥欢喜啊。因为这个孙仔是规盘菜内面变来变去，碗嘛无捧起来，汤匙啊常常去磕着碗，啉汤搁啉甲簌簌叫。过啊，阿嬷看了挡袂牢，碗就放下，甲伊问讲：“你今仔日是安怎有这真奇怪的动作？袂当规规矩矩，好好食顿饭。”孙仔就讲：“阮这组的同学拢嘛是安尼食，老祖毋是讲食饭爱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”啊！若蒸头仔袂使翘起来，袂当蒸家己喜欢食的物件，喜欢食的菜。啉汤爱搁真细致，安尼真可怜呢。阮的同学伫食饭，拢嘛亲像伫开同乐会共款，安尼敢是较快乐的。阿嬷就喊头讲：“你哦，才出去佚佗，即两天尔。”好的无学到半项，歹习惯拢炸蛋起来。毋呐，鞋仔安尼铺较乌白蛋，替牌仔去放伫空气，连食饭嘛变得真无规矩啊！唉，学好三年，学歹三岁时。台湾的俗语啊，讲得真有道理。人是真够模仿别人的模样。所以有真济经验，拢是安尼学、安尼学习来。毋过，尊公你若无判断的能力，感觉好奇、好耍，就甲伊学起来，可能就有学习错误的风险哦。即句台湾俗语“学好三年，学歹三岁时”，意思是讲，要学好无简单。需要真长的时间，慢慢啊养成。但是，若要学歹的行为，只要三对时的时间。古早人讲，十二点钟就是一对时，三对时就是三十六点钟。也就是讲，要学歹真紧的哦。一个人的学习成果，要有三年的基础。所以，从学西仔开始，至少要三年四个月才会出西，才会当家己创业做头家。这就是这个道理。各位小朋友，千万唔通为着好奇去学歹习惯，可能是短短的时间就养成规世人的歹习惯哦。多谢大家。